些证据。好，等一下，喂，你最后换我，然后换你蒋静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再画就画好了。嗯，好。这是爸爸跟安杰一起接龙的创作。那刚刚他有来叫妈妈，可是妈妈处理一些事情没有及时参与，我觉得好可惜哦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怎么好可惜了，错过就错过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之后再跟你们一起创作，那什么是人生最大的乐趣，太快乐了。这兔子画的真好。怪路边停车一开始的动作也是一样，人对到路中间，哦，前面没有箭头的话，人概略在两个安全岛中间的位置。哥哥去那边，去那边看。一开始第一个动作也是打方向灯，打右边方向灯。好，这边直接看照后镜。你见过财神下凡打麻将吗？三个女人把财神弄。我可以画一点吗？好想画，留一点给我画。你另外一只手来画。已经好了吗？我没有录一手画，等一下我有办法。等一下换你讲镜，然后换我画。伤脑筋，这拍的也是值得。不管拍什么算什么。太有趣了。小宝不留一些给我吗？反正就要结束啊。让我做个 ending 吧。好了吗？真的画得很完整，要再画真的不容易。把鼻孔画大一点，一大一小。哎、欸！阿咪，这个是我的鸡冠，你不要画另外一只眼睛。妈、哦啊、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是你鸡冠，那我。我假设那不是另外一个眼睛，因为我没有觉察到那。好了，不要画了，那你重新画一张。